么称呼您？靓女。有没有小名？大美女。我们都知道你是大美女了。有没有小名？小名。我可以喊你 Lisa 吗？Lisa, OK, 掌声有请 Lisa! OK, Lisa, 舞台中间站着，哎，拿起棍子 Lisa, 请你跟我学两个动作，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段不可思议的演出，有信心吗 Lisa? 没有。啊，我会教你的，无论如何我希望大家明白这都是 Lisa 人生当中的第一次街头卖艺。 OK, 第一个动作 Lisa,这个是一个护垫，它是用来保护 Lisa 的膝盖的，保护膝盖的。 Lisa 全程你只需要蹲在上面，像我这样，这个膝盖碰在上面，这个腿对90度就可以了。 OK, 不疼吧？我很贴心的。 OK 啊，男朋友放心，不是求婚，不是求婚。 OK OK OK, Lisa Lisa Lisa, 请你这样，好，别动，哎，平行于地面，这么高，高一点点，别动，好，别动，哎，很好，这边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演出。如果我和 Lisa 成功的话， Lisa 最后一个动作更加简单，听着这样，放下，排练一下，成功了以后放下，展示，抬头，微笑，定五秒钟。为什么呢？因为成功的话，大家会给我们两个人五秒钟的掌声的，是吗？是。不是现在，不是现在 ，Lisa， 请举一下。接下来呢，我要介绍一下会发生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对，这么举这么高，成功了以后再那样，没问题吧 ？OK, 两个动作，坚持一下，半小时而已。OK, 不，一分钟，一分钟 ，Lisa 别动。OK, 所有的观众，我会从 Lisa 的膝杆子的正下方下腰穿过去。谁喊低一点的？那，刚才这么高，再低一点，那，大家记得刚才这么高啊啊！观众希望杆子低一点，有多少人希望低一点？举手给我看一下。Lisa，观众是不是很热情？满足一下他们，低一点，好，低一点，再低一点，再低一点，好。再低一点，好，别动，别动，好，和你的膝盖一样高，对吧？对吧？满意吗？压轴表演最后一遍了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你们不满意吗？不满意。等 ，Lisa， 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起来休息一下，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我要说今天的观众是非常热情的，所以我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失望。 Lisa, 这就是为什么还有一个道具没有用到的原因，懂吗？因为我是下腰过去，对吧？所以先让大家知道我的身体有多厚比较公平，因为不可能比我的人还低，对吧？ OK, Lisa 帮我量一下，看一下我的屁股。 OK, 多少？这是刻度。不用看这么仔细，22，现在27，没问题吧？点头。 OK, 所有的观众检查一下我的屁股。 OK, 27减去22，中间我手指的这段空隙，27减22等于5厘米。接下来表演就在这5厘米的空隙内完成。 Lisa, 尽管现在观众在笑，但是一会儿我预测他们是这样的，看我，他们会相不相信我们要开始了。不过接下来的表演非常有挑战性，为了有更好的氛围，所有的人沿着那个框站，这边的观众和这边的观众，你们是新来的，我给你们画一条框，看，这是这条线，对，大家围成一个整形的框，氛围更好。对，进场，对，站在操场，那边的观众也一样，是这条线，对，我给你们画一下，哎，观众进场，你为什么要屁股对着我？
你们也近一点，进来，给你 VIP， 你不可以屁股对着我 ，OK， 好好学习，好好看表演，将来可以街头卖艺的 ，OK。快速说一下，所有的观众 ，Lisa， 这个牌子的最后一页是我的那个 FB 和 IG， 喜欢我的观众结束了以后可以通过这个找到我。还有，因为我是街头艺人嘛，还有就是我结束了以后会把这个盒子打开，像这样。啊，当然就是说，街头艺人的事业呢是给大家带来开心，希望大家可以开心，开心结束了以后也可以开心。啊，当然，我先讲清楚啊，没有钱一样看，不要紧张。不要有压力，开心最重要。还有就是那边有取款机的 ，OK。Let's go， Lisa， 刚才的 pose 放在你的膝盖上，我们看一下27是多少。很好 ，Lisa， 你可以的，放你膝盖上，27。低了一半啊，全程别动，我是认真的。直到我死掉为止 ，OK， 加油。妈妈呢？妈妈呢？我要，不要被别人发现我才是你真正的爸爸。OK，Let's go， 音乐，加油。OK，Let's go， 加油 ，Lisa， 全程别动，你可以的。还有，就是最后成功了以后，你要这样，咻咻。5秒钟的掌声哦 ，Let's go， 音乐开始喽。高了一点点，对，这个就是27，然后全程你可以的 ，OK。所有人，最后一遍 ，Are you ready？的城市是很幸福的，你必须知道，我表演不是为了收钱 ，OK， 我表演因为热爱。